你怎么样？你这事我去看看你啊。没事，可以拼车吗？那也没办法，能操心我了啊。我没听说，不知道。这个先签同意拼车。我不知道。谢谢。点餐。嗯。我先看一下。一会儿跟你说啊，不管了。 装什么不认识的？想要道歉的话，等我吃完饭再说。道歉？你跟我道歉？挨处分了吧？心里不爽？没关系，男人都是在打击中成长。我不想拼桌了。那你走呗。我占着座。那就带着你的座一起走呗。 Thank you.